第二届李国鼎奖在28号举行，获奖人分别是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以及联华神通集团董事长苗峰强。而面对 AI 趋势快速发展，苗峰强看好台湾的产业应用有机会走在最前面。高运算时代下，台湾同时也面临到电力不足的问题。郑崇华表示，必须使用核电，因为这是最经济和最安全的方式。从颁奖人手中接过第二届李国鼎奖奖牌，联华神通集团董事长苗峰强面露微笑接受大家掌声。苗峰强认为，台湾发展 AI 不但领先，还具有许多优势。制作 AI 的机器，这个台湾已经领先了。对，下面的就是应用，我们必须要晓得每个产业的 domain 的需求， domain 就是自己产业的需求，那这要花点时间，这个很长的发展的一段路程，但是我们台湾应该可以跑在前面。另一位李国鼎奖得主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则认为，面对全球 AI 发展快速，台湾未来也将面临电力不足问题。其实就是非要用核电不可了，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知道呢，这个核电你要是最经济而且最安全的，我们要赶快把合适的什么都拿来用。假如再拖下去的话，像外商就不再过去那么积极的找台湾来做这些生意，因为你电力就不足嘛。我常常要跟这个主持的人要想通，因为有些错误的决定的话，你要赶快承认。郑崇华更举例，新加坡政府曾鼓励高知识分子、教育者多生育，却在当天上午释出之后，下午就承认错误，强调马上就改的决策才是明智之举，也能换得老百姓敬重。记者黄静芬、詹明桦台北采访报道。